小骚妹、啊，他刚加一个小骚妹好友，干他一定男的啊！对啊，我也是这样跟他讲啊。对面看起来就是新手啊，我们再打不赢，新手那就是要用托比昂啊。对啊，啊让他托比昂，托比昂，让他感受到这个游戏的恶意，让他删好友。那个亲手女杀手也来了，我们有那个亲手女跟那个小骚妹，想要什么都有什么。新手不对啊，他是新手女杀手，新手女杀手是男的，杀新手女、哦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就刚 在车上。你刚在车上好啊，你刚在车上。结果他们每个都是那个，每个都第一把冲出来，或是什么？没有，已经开始在杀了。啊，我死了！哎、欸，我快死了，好准哦！他们是不是有什么狙击手之类的？有一个多右边都没人来，他们一个夺命女，一个半藏科没补。他们有那个啦，地雷，然后有死神，他没补。现在家里是不是？不、哦，怕杀人呐！我的炮台开始工作了，杀了两个、哦。工作了，他们冲出来了，三杀了，开心了，开心了，三杀是金牌、啊，炮台要被打爆了，是因为两杀银牌啊！我的。炮塔被打就发了、我炮塔又杀人了，哇、哦，好痛好痛，哇哇，五连杀了，哎、欸，我挂，可恶！杀人了，杀人了，七六被我杀掉了，我自己杀的哦，不是炮塔、哦，我复活就变六杀了，真好。五连杀了，好诡异哦，还在走路就杀了，敢让他们感受到游戏的恶意。他们两个麦卡利，两个班长，这是新手的洗礼啊！不愧是新手啊！哎呦！我被死神杀了，他们换死神了吗？没有，一个死神。原本就有一个。他们真的很新呢、欸。我们也蛮狠，我们也很狠心啊。我们也很新，对、啊。我们也很新。你们真的很坏耶！我的炮塔到现在都还没掉哎、欸。我的也刚没掉，欸、我还复活回来。锁定哦！又杀人哦！躲炮塔！炉心超宅哦！游戏的恶意啊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下一个会被改掉的大概就是托比昂了。喂、欸，我杀掉一个了，自己杀人还蛮爽的。喂，被半藏杀了，八连杀。我知道我不要冲了，还可以洗连杀。我的炮塔爆掉了哎、欸。哦，好痛哦！龙哎、欸，哦，他们会开大哎、欸，好猛哦，哦好厉害哦！好新手，新手教学有教哦，开大，开大，你很坏哎、欸！什么叫做他们会开大了？哇，这个游戏进展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开大，我炮被打爆了！哎、欸，对决了，对决了，按电子龙！哎、欸，他们有一个那个，有我炉心还在杀人。我的也在杀啊！我死啦！我是三连杀而已。我想要解个二十连杀成就这么困难？很困难，好不好？哇！暴政无双是吧？行啊！暴政无双，对不起，我已经有了，我很想帮你修啊。我也有啦。哇！死了！哦，九连杀没了。他的那个哎、欸，他们的死神已经怒了、欸，竟然给我杀来打炮塔哎、欸！天哪！我炮塔也没了。哎、欸，那个二十一杀就可以金牌哦，加油加油！二十一杀很多嘞，我十五杀银牌而已。我们把炮塔盖在那个马路中间，盖一排，让他们吓到。哇！他也知道要先打人啊，我还以为他要先打炮塔。知道先打人，聪明哦。我那时候也都是先打炮塔。有那个燃烧中的七六还有准度，双杀，炮塔盖得好，吃饭没烦恼。我们可以盖一堆炮塔在那个啦，在那个上面，在车上面。在车上、啊，最多三个啦。跑了，我盖在山崖上啊。死神出来了。应该可以四个哦，盖得好的话，真的是眼镜蛇跑车啊！
眼镜蛇车，他们没有闪光吗？不然闪光丢个大其实就没了。我回来了，继续杀，继续杀，要赢了！我杀到他们家了。呜呼呜呼！超破坏游戏体验，你们好坏游戏体验，好玩好玩好玩。为什么这样欺负新手？哎，结果结果是他们。Good game 欸，好礼貌哦。就这样。哦，还有，有两杀两杀。哇！杀三个，连炮塔都没有，他被我杀了。欸、好了，得巧克力啊！炮塔击杀数21，你是擦边球哦！哇，你到底盖在哪里？九差一个哎、欸，不给哎、欸，就缺一个。AFK Hero， 你到底盖在哪里啊？盖上面、啊。我盖19个而已，骂人哎、欸！笑死 ，fuck off 哎、欸！